妈，昨天咱们一起吃饭嘛，有一个是你未来儿媳妇儿，是那个穿白衣服那个吗？不是，妈，你这神了，你怎么知道的呢？妈，这些人里面，我他妈最烦的就是他。盘点东北老妈的语言艺术。妈，我想买一个10000多的手机。多少钱？10000多？啊，你玩了10000多？我他妈都不值10000多，你值10000多呀？啥人能用他妈10000多手机呀？你成能装？咋的？普通电话不能用啊？我他妈1000多耽误我骂你了？脑袋里他妈进蛆了？脑里装的啥大将啊？那是你家去，家是花10000多块钱买他妈手机呀、啊？你要再敢跟我提一个这事儿的，你看我他妈这他妈不叫他妈的许不许出这地上？你看我他妈飞飞过去揍你，头发他妈给薅掉，往死揍你一顿。以后他妈想好了再他妈跟我说话，以后他妈要钱的事别他妈跟我说话。我他妈给你爸他妈买点东西啥都他妈舍不得他妈花他妈贵钱买，给他妈买他妈裤衩都他妈买他妈青纶的，纯棉的都不敢给他买，他他妈走道都不敢快步走，怕他妈自己他妈冒火精子给自己他妈刺完了的。你他妈在这还得要他妈10000多手机，你他妈咋行？这他妈都几点了还不睡？我刚要睡，我这就睡了。天天晚上不睡，白天不起。这就马上我就要睡了，我这都睡着了要。你就这么熬吧，头发大把大把离掉，再这么熬就得像谢广坤似的。过分了，我怎么能像谢广坤？这怎么越提谢广坤越他妈来气？哎，爸，你电视剧看多了吧你？你以后别总说我生活，别总说我生活啊！我都对你多好了我，我都多爱你呢，感受不到吗？那我要是掉粪坑了？救回来需要做人工呼吸，你给我做。做。说你的态度吧，做他妈也不是为了救我，你就是为了吃屎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最近看人家寻亲节目，有那小孩从小就让那银贩子拐卖卖给谁家呢？那我是不是这种情况？要不咱俩淹个血去得了？你才怀疑啊！你从小考试考倒第一那回我就怀疑是不是在医院生理上给爆炸了，要不就我妈偷经百灵能生你这个玩儿了。谁考倒第一？要不咱俩就验一下得了。你其实我不想验呢，我是给隔夜留点希望，验完万一是真是亲生的，我们就一点希望了。他妈从小抓时候我就发现这怎么抓秤杆子呢，我就合计这长大了做买卖最起码也是个小商小贩儿，没成想他妈是个老光棍呢。妈妈，又炸了，又炸了啊！又到底是咱们到底是俄罗斯族还是俄罗斯人？一天都让你磨死了一天。什么那个俄罗斯人、俄罗斯族、东北人、东北人，纯东北的嘎子人了，一天天问，这家嘴都说冒泡了，你看这还没好呢，还问，还没明白。哎呦我的天哪！这么费劲呢，这么天、啊！我们是东北人，我们是祖辈有俄罗斯血统，祖辈从俄罗斯过来的，我们家人都是汉族。妈，我们班同学都说我五官长得特别平。你小时候爱趴着睡觉。你咋不把我翻过来呢？那你不是凌晨两点时候出生的吗？哦，凌晨两点出生就爱趴着睡觉啊？凌晨两点是丑时，丑。我把你翻过来，我看着你我害怕呀。哎呦我的妈，跆拳道教练给我拉黑了，约我3次我没时间。你比那诸葛亮都难请，不拉黑你干啥呀？忙点他就理解不了了，那可不行，我得找个听话懂事温柔体贴理解我的男人。你那要求比你那个都高。你等着吧，我这要求还算高啊？过段时间我这张脸就价值百万。啥玩意儿价值百万？人家通缉了，通缉了，都是通缉。你爹老爷不在破运动鞋的，张嘴老子闭嘴爷。你这出他妈上梁山，李逵都不愿多看你一眼，怪不得你拉。咋回事了啊？这大哥咋叫的？咋叫啊？该呀。妈妈，嗯，问你个事儿啊。嗯，咋事？你结婚的时候过礼过多少钱？两腿。过他妈400块钱，你爹。完了，过了400块钱掉个地上，又借回去200。我就200块钱过回礼，还没有什么猪告之前呢。没打仗，我打啥仗？那时候能打仗？还得过后还，还个屁呀！还你不还？也就是年头多哈、嗯，一直也没还。一直没还。那我老儿子也没去要。
那那200块钱咋要咋好？那你过礼一共才过了400。说做家具，完了就没有钱了，完了去借200块钱。哎呦我的妈，真恶心。那说是没钱。以前呢，穷真是，那得可正儿八经叮当三响。你说现在哈，真是他妈不够我打一场麻将的吗？200块钱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可别说这个。